this is Rina. And now inside the Shanghai Astronomy Museum, the largest one in the world. And today is opening day, so excited. Hello, spaceman. And I even heard there is a life-size model of core model Tianhe inside this museum. Can't wait to start my space trip and explore the universe. Let's go. Follow me. Time for X travel vehicular activities. 你好地球，哎，你好月球，在这个角度就好像是在天河核心舱上面看到的整个宇宙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太阳系的星球，哇，月球原来是这样，会普普的呢，跟传说中的不是很一样哦。在这颗大地球里面也是暗藏玄机。 在里面的光学天象厅呢，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有一场特别的星宿演出，哇，还有懒人沙发可以躺，好棒的感觉哦！夕阳西下，夜幕徐徐。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很多只有在太空中才能看到的神奇景观，比如说这个木星的极光、土星的光环，哇，还有金星的闪电。 行星风暴来了，现在我们开启的是火星的沙尘暴。还可以在这里搞搞科研，来一起来看一下月球上的陨石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系上安全带，要准备进行我的星际旅行喽！ 探测带有智慧文明信息的银星 X 电波信号，我们即将驶出太阳系。哦，那是15号复古号环太阳系监控卫星，它标志着人类文明真正冲出太阳系，走向银河。我们已经飞出了太阳系，启动驱动引擎。 我们现在就在月球上，后面这个金色的就是我国的嫦娥5号探测器，金光闪闪，非常的漂亮，哇！这里就是天河号机械臂和飞行的控制器，摇动这个摇杆呢，就可以控制天河号外面的这个机械臂。看，这里是食物仓库。 不仅有以前的这种酥性饼干，还有黄桃菠萝三文鱼，感觉食物很丰富呢。That's all for today's space trip. Follow iDEALShanghai. Stay tuned for more interesting places like this. See you.